哎，这个方案好难啊，左总，你说我以后能做什么啊？你这么笨，啥也做不了。哎，什么呀？工作我的人呢？我想牵着你的手，两个人去宇宙。左总，昨晚睡觉你干嘛老摸我啊？哎，你的手就不能安分点吗？今晚记得不要这样了，我不喜欢这样。不要以为你凶我就怕你。左总，左总，能不能借你领带我用一下？那你的领带呢？我出门急忘了带了。嗯。啊，这。哇，能不能专心一点？把脚放下去，凭什么？我在这儿放得好好的。我说那只。周总，你别说于燕吗？你做还行吗？哎，还是弟弟好。如果看不清楚，那是某人。那你有一点不可以。That shit crazy.